哎呀，老唐，你是怎么搞的？哎，怎么搞来搞去搞到自己头上了？别提了，从来就没这么别扭过啊！这说明你功力还欠火候，这手里可用的牌不多呀。不是老乡啊，你就别在我这伤口再撒盐了。你赶紧给我想个办法，把这事儿给我摆平了。万一这武士长要是追究这个陈主任的事儿，这我吃不了兜着走啊！行，包在我身上。哎，咱们去哪儿啊？哎，今天听你的。 跟我走吧。哎，好嘞，老唐，你不能这么做吧？怎么能把陈主任的死归在林志浩身上呢？啊，不可，别激动啊，有话慢慢说啊。我能不激动吗？这完全不是事实嘛。事实是什么？事实就是他林志浩不愿做手术，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机会，是吧？搭桥手术本来就不是我们医院的强项，林志浩也没有绝对的把握，所以才这么做。再说了，他虽然话说的不好听，但他是对的。 这怎么能说是拖延时间呢？啊，我知道你们俩的交情深，这跟交情没有关系。实际情况就是陈主任应该转院。转院？武士长亲自指示我们要全力的抢救陈主任，我能把他推出去吗？再说了，要是转院过程中要是出事了，谁负责任呢？那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在林志浩身上吧？哎，我可没有这个推卸责任的意思啊，我是客观的向组织上反映问题。再说了。 陈主任的事啊，这也不是医疗事故，顶多呀，是桩意外。咱们呀，又不用处分谁，也不用负这个医疗责任嘛。我那么一说呀，是总结经验教训而已啊。是不是事故另说了，反正我觉得这么做。 是。哎，金姐，卫生局正找人谈话呢。嗨，有什么好谈的？不就那么点事儿吗？要是唐主任早听林医生的，给陈主任转院，早就没现在的事儿了。真是的啊，怎么不找你去谈啊？找我干什么呀？我又不是医生。您的意思是说？ 急救中心在控制住陈主任的病情后，就及时的转到人民医院进行打小手术，陈主任的不幸就不会发生了，对吗？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。听说他的家属曾经要求转院，有这回事吗？他夫人闹着转院的时候，陈主任的病情还没得到控制，那时候是不适合转院的。您大夫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完全出于负责任的考虑。那么两次转院有什么不同吗？概念完全不一样。 第一次可能意味着死，第二次却意味着生。那么为什么后来没有让陈主任转院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你们可以去问我们领导，他们出于什么样的考虑，我当然不知道了。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吗？当然，我纯粹是从医。 我果然没看错他，林志浩这个人确实不错。李总，
咱们干脆把他挖过来不就得了吗？这事急不得。都写的什么呀？太不像话了！哎哎，你们来看啊，这写的什么呀？胡说乱七八糟的！你看写的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了？这帮送年也太过了！急救医生玩忽职守，青年舞蹈家变成植物人。哎，这不是寿诞林大夫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看看。林大夫，您别太生气了，这个汪素年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大伙心里都很清楚。报纸留着，你回去吧。要不然咱们给报社的领导写封信，说明一下情况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会通过法律解决这个问题的。我想我的处置没有任何问题。报纸上写的非常清楚，叶小楠本来是可以抢救过来的，是我们的原因延误掉的。我也不希望叶小楠是这样，他的昏迷不醒是由于他脑出血的时间过长，脑干受损造成的。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我不想多说。我认为这报纸上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，完全没有必要理睬他嘛。人家有舆论监督的权利，这一登报咱们中心多被动啊。志豪，你一定要吸取经验教训啊。是要吸取经验教训，但这个教训就是必须改变急救观念，迅速建立急救网络。你扯哪去了，我们现在是谈你的问题。救护叶小楠的问题我已经谈得很清楚了，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组织人去调查，我不想在这多耽误时间了。这就是林之浩，眼里哪有领导啊，无组织无纪律的。我建议啊，请卫生局派人下来调查。老唐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有必要，非常有必要。
他妈的把话给我说清楚，怎么意思你？这是急救120，你瞎眼了你？你急救车怎么了？瞎眼了你？我瞎说，你瞎说，你撑死你信不信？这有重病号，哎，重病号就抢救，重病号跟我没关系，让他家属赔礼道歉。太不讲道理了，我们去救病人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谁不讲道理？你都给我出去了，来，好好好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，别动手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没关系啊，这他以后我们让他，这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有重病人，麻烦你处理一下啊！这急救车，急救车怎么了？急救车怎么了？同志，同志，哎，别慌，上我的车，上我的车，哎，同志，来，我试试。塞脑核素了吗？林大夫说了，现在还不用。现在加上。要不我去问问林大夫？不用问了，林大夫来了也会这么处置的。哎呦，朱小民，提起精神来，别那么没精打采的。堂堂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怎么弄得跟江南小男人似的，拿不起放不下？哎，你这看我笑话了？我是来鼓励你、支持你的，你可千万不能气馁啊！这算什么呀？爱情嘛，哪有不经历几个回合就能见分晓的？歌里经常唱，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？有几个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的？行了，你跑我这开演唱会了，烦着。听我跟你说嘛，这女孩的心思啊跟男孩不一样，你对她越好吧，她就越不愿意搭理你；反过来呢，你不理她了，她反而越来越喜欢你，明白吗？呵，你还一套一套的啊。这是规律嘛？哎。要不我给你出个主意吧，你现在呢就要努力工作，争取干出一点成绩来。平时对待他呀，要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尽量冷淡一点。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啊，你就嘻嘻哈哈的，怎么好怎么来，怎么进怎么来。这样啊，熬不了几天，他心里肯定特别难受，特别希望你对待他能跟对待我们一样。这个时候你的机会就来了，一定要见机行事，把握机会，拿下。这跟我不适用。那我还有一招呢，我觉得也挺适合你的。你会不会忧郁啊？忧郁可不是矮板。女孩子啊都特别吃这套，不过你忧郁的得自然一点，硬装可是不行的。没用的，谢红艳已经掉到林志浩的感情漩涡中了。再说中心的业务，谁能赶上林志浩？那你就放心吧，谢红艳啊是肯定得不到林志浩的。你说的是叶小楠吧？可叶小楠现在都那样了。那还有我呢？你？我呀，我已经爱上林志浩了，谁也别想从我手里把我爱的人夺走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不信你就走着瞧。静静，下班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家？你先走吧，我再看会儿。看什么呢？心肺脑复苏。行啊，知道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了啊。行了吧你，你再别逗我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咱们中心可能要处理林医生，听说还要报到卫生局呢。为什么呀？不就因为报纸上那篇文章吗？这林医生也真够倒霉的。抢救叶小楠的时候那么尽心尽力，哎，人家没落着好吧，还惹一身骚。我估计啊，这事儿真是查下来的话，他可真要倒霉了。
没准还能给开了呢。你听谁说的？消息可靠吗？我的消息还能不可靠？得，这下可热闹了。哎，大小姐，你今天抽什么风了你？看看你们干的好事儿吧。我怎么的啊，咪咪？我不是说我说林志浩，你们单凭汪素年那几句不着四六的话就处理他，还有没有法治观念了？你瞎嚷嚷什么呀你啊？这跟法治观念有什么关系啊？林志浩他是冤枉的，你们这么处理他就是不对。哎，这里头有你什么关系啊？你不过就是来实习的，中心的事你少掺和。干了亏心事还不让人说了你，讲假事儿！你怎么跟你哥说话的？在外面没说你就是了，你还来劲了你！你不就是当了个小破官吗？出卖朋友！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说了又怎么样？我出卖朋友？你懂个屁啊！你懂？你不是出卖朋友，就是出卖你自己！你给我闭嘴！你要么离开中心，要么管上这臭嘴，知道吗？你还敢威胁我？我这还不都是为了你好？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？不肯出卖自己的人就别去当官。你郑团长，我实在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啊。叶小楠昏迷刚刚三个月，所以你现在就让我断定他是植物人，这个为时过早。好，我明白。嗯，再见。唐主任，叶小楠的支票一直就没有到账，咱们医院不能替他垫付吧？这事儿我知道了，我们领导研究研究，到时候会告诉你的，好吧？你先回去。嗯。哎，不可，你看，财务上又来人催来了，这歌舞团根本把钱就没打到账上来，我建议啊，还是让他们把叶小楠接回去吧。再催催他们吧，把钱交过来不就完了吗？关键问题不在这儿，你看，叶小楠病现在就成这个样子了，他在住院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。咱们中心啊，床位也比较紧张，他这一站，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出去呢。林大夫。哎，小谢，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怎么了？徐护士跟我讲，她住院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来月经，我怀疑她是不是怀孕了。真的？这样，你去取个尿样，做个妊娠检查，好吧？嗯。是不是？这可怎么办？林大夫，阳性。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呢？
你的意见怎么样？只能做引产，不然的话越分越大，对病人的危险就越大。会不会引起什么并发症啊？这个要问问林大夫，看看他想怎么办。不用问他了，他不是想当监护人。我只想要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。小南怎么了？别紧张，没什么。你来的正好，林大夫，我们正在等你。哦，我找孟大夫来会会诊，想尽快解决一下她怀孕的问题。那您有什么建议？我刚才给病人做了诊断，病人的子宫三个月大，现在她这个情况，如果做机械引产恐怕不太好，如果做药物引产，对病人的伤害能少一点，但是同样也有弊病，因为病人的宫缩不好。不必费心了，我想留下这孩子。你说什么？我想留下这孩子。我可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说，这件事情不是问题。昏迷病妊娠，这可真够新鲜的。这没什么新鲜的，植物人都有妊娠的情况，何况昏迷了。那是因为已经无法引产，不得已才继续妊娠的。我说大家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？对于叶小楠来说，妊娠可能是一件好事。好事？伺候一个昏迷病人就够麻烦了，现在还要妊娠。是啊，如果把病人的昏迷和妊娠这两件事情分开来看的话，你说的是对的。可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说呢？母爱是一切动物的本能和天性，对于任何一个母亲来说，没有什么事情比孩子的呼唤更有力量。患者长期处在昏迷状态，生存本身就是个问题，能否保住孩子更是个问题。我同意吴大夫的意见。我觉得无论是继续妊娠还是终止妊娠，病人都有一定的危险，林大夫刚才谈的情况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。既然如此，志浩，如果你坚持叶小楠继续妊娠的话，对此带来的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。我刚才说过了，我会负责的，而且要负责到底。志浩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千万不要冲动啊，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啊。我已经考虑很久了。喂，哦，陈主任啊，你好。陈主任，恐怕不行。您知道，现在小南出事以后，我实在是没时间，这白天还要到单位。这抽空就得去医院。是是，我知道，实在是没办法。好好好好，抱歉啊。好好好好好好，再见。孟先生，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我和叶小楠之间结束了，你今后不用再缠着我，我这一走再也不会回来。你就这么走了？那我应该怎么着呢？
叶小楠怀孕了。小楠怀孕了？对。我想听听你对孩子、对小楠负责任的话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我要赶飞机。你先别走。你不想负责是吧？我爱小楠，可是我必须走。哎，咪咪，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说。我急着上班呢，要不该迟到了。就两句，不耽误你时间。好吧。我想你是误会我了，是张耀宇他先来找我的。我知道他跟我好是做给你看的，他根本不喜欢我，所以我没伤害过你，也不想伤害你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跟张耀宇已经结束了，而且我们之间也没有承诺。关于是他找的你还是你找的他，谁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更谈不到伤害了。你们真的结束了？结束了。其实我都知道张耀宇对你还是有感情的，他放不下你。那你就跟他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谁呀？这个你就不用管了，不过我敢保证他比张耀宇要强100倍。那好吧，我也不多问了，我也要上班去了。佳佳，我很感激你能对我说这些话。宝宝出院了，叫阿姨。阿姨，宝宝啊，回去的时候一定听奶奶的话，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听到没有？听见了，阿姨。护士长，替我们全家谢谢林大夫。这次要不是林大夫，我们这个孩子可就……他是我们全家救命恩人啊。放心吧，我一定替你转达的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再见，和阿姨再见。再见。
朱大夫，怎么了？叶小楠出现躁动。哎，布哥，你是主管业务的领导，你说说看。再观察几天吧，等病情稳定了再做下一步决定。好。马主任。哎哎。吴大夫。哎哎，小谢。嗯。最近身体还挺好吧？嗯，挺好。那小南这边就麻烦你了。放心吧。啊，去吧。林大夫，马教授给你的信。看样子这个李佳吴还挺有两下子的，连你的指导教授都为他给你写信呢。